AJ 似乎又站起来了，从被零封到零封对手也不过仅仅过了三天，调整的速度很快。昨天这一战似乎具有很多战略意义，而新赛季的揭幕战更像是没做好准备，甚至还出现了选错英雄的离奇操作。昨天与老干爹大鹅的这一战，突然感觉 AG 这个阵容看到了很多之前没见过的东西。从打法上来看，已经彻底脱离张角的战术体系，进入重建之后放飞自我的状态。艾斯的进攻型辅助， AG 的边战马和体系，新打野未央的狼灵野等等，这都是 AG 上赛季几乎没有，或者说尝试过却几乎没赢过的套路。第一局比赛的两大亮点，一是艾斯的盾伤开团，六分钟入侵对面狼区，对面打野鲨鱼狼大招推空，艾斯成功判断落点，闪背精准且果断，壁咚的感觉很 nice。 30分钟艾斯奔狼强开，又一次闪现背两个，其中有老干爹大鹅的核心 C 位将成狄仁杰，这一波关键的开团成功带领 AG 拿下了比赛。第二个亮点是新人打野未央，母胎 solo 20年的手速相当之快，江城狄仁杰合到草丛埋伏，未央完成反杀，射手盾打野，你是怎么敢的呀？哥可是全国大赛 FMVP。 第二局比赛 AG 直接出马超阿古朵，在此之前纵使阿泽两万战力的国服马超在 KPL 也难求一胜，归根结底是出城自始至终是一个 C 位点，对让经济的玩法不适应。伊恩这把马超开局就疯狂吃双线，甚至前期艾斯都放弃保一诺，助手中路为马超吃中线保驾护航，这待遇说实话阿泽从未享受过。不过如此护驾伊恩，在中期这个马超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威力。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大鹅也是又换教练又换队员，可以说同样处于重建磨合阶段，但打法问题从这一场来说似乎还挺大。21分钟的风暴龙团，上路兵线已经濒临高地，江城脱离团战跟马超 solo， 虽然用操作手法完成了单杀，但正面团战导致队伍没有射手，团战根本打不过。这一波江城想找机会没问题，但队伍正面可以再拉扯一下，等江城赶到一波5打4是完全有机会翻盘的。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还有未央纳可露露的极限四杀，让人对 AG 打野位有了新的期待。一场比赛也说明不了问题，毕竟目前的老干爹大鹅确实不强，但 AG 从这一场的发挥来看，有稳定的运营，有打野的 carry， 还有一诺的操作，艾斯的指挥也回来了，可塑性很强，就看后面磨合的怎样了。